那是今天深圳的细分条，那今天都是看到是深圳细分条，过几天可以上货。走，下班了，七八点。哎呀，我咋个打算？抓点泡椒来炒泡椒鸡啥？那个鸭肠还有黄喉，昨天吃火锅的时候没吃完，丢了也浪费了，再煮啊，连着清凉的火锅也受不了。我都来弄点泡椒，那个炒泡椒味的，酸辣味的，然后来煮面条。臊子面，泡椒它味儿比较重，我可以把那些腥味儿、那些怪味儿压一下。火锅油还在高头，给它偷袭一下，改下刀。那种鸭肠它是发鸭肠。玻璃，快来把火发起来，玻璃。吃臊子面必不可少的三样材料，真没吃。这儿弄完上锅了。我给你弄桌上的剩菜吃哦哈，莫说我亏待你哦。鸡杂面可是我最喜欢吃的。吃面条啊？是噻。炒鸡杂油要多。泡椒鸡杂不管是下饭还是下面都安逸得很，下点鸡精起锅。打佐料，丢点炸酱油进去，也是猪油熬的。辣椒油、酱油、鸡精、花椒粉、胡椒粉。一人一半，快了，准备起了哦。你们两个那碗清淡的是中意的，多点点青菜，那娃儿挑食的。我们好久都没煮面起了。你们还不来呀？搞快点咯。蒜儿、葱、香菜。自己吃面的嘛，我简单吃一次。哎，我腰好痛啊！然后你呢？来。我那一碗我个人在那儿抓一把大蒜进去，我吃面最喜欢大蒜了。好香，好香。我还是喜欢吃青菜，多放点海椒。香个那个。大蒜儿，还是放到碗里头安逸，再放点葱子。整两块鸡哦。它要冷了才吃。哎呀，好香啊！那面筋还不错。嗯，今天上班还不错，可以。两个人。我还是要一个人发货，那抱了好久哦，一个人抱到车上去。那点儿，你那点儿，我抱你抱圈都不得痛。你啥子力气，我啥子啊？那个那个比嘛，我还是想象个男的那个厉害。咋了嘛？你面下多了嘛？不然我可以吃三碗。